子还得好一阵了。随后孙坚来到某小区，在小区外头早有一位身穿黑色卫衣的年轻男子在等待，他一下车就直奔男子而去，张开双臂直接抱了上去，男子也深情款款地拥他入怀。孙谦跟男生似乎是许久未见，抱上了便迟迟不撒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将脑袋抬起，跟对方四目相对倾吐心声。言语间男方抬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，简直是如同偶像剧一般的场景。在街头拥抱了很长时间，两人终于松开怀抱，手牵着手进小区去。可刚走两步，男生又抬手揽过孙谦，在他的秀发上献上一吻。进入小区大门向锁住大楼走去的路上，两人仍是相拥而行。多的话不说了，还是等待孙谦妹子自己官宣吧。